心，却不会被他的镰刀收割，那就是我们的友谊。唐山不老，切！由郭敬明电影改编的电影版《小时代》近日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首支预告片。预告片主打唤醒版之未来的爆炸，希望以青春唤醒人们心中沉睡的梦想，让大家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。据悉，此次预告片与早前曝光的全面苏醒海报相呼应，宣扬观众要在青春的岁月里放肆，唤醒心中沉睡的梦想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年代。而有趣的是，在《小时代》的预告片还未公布之前，就有网友将影院偷拍的预告片放到网上，引起网友的疯狂点赞。对此，网友们吐槽说，以前只是听说有人上传偷拍版电影，这是第一次听说有人上传偷拍版预告片。不过这也刚好突出了《小时代》在网友心中与时俱进的期待呀。优酷娱乐播报这里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，算一英剧尽在优酷。